主料：高粉280克，水180克，糖30克，盐3克，酵母4克。辅料：黄油、果干、香菇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将高粉、糖、水、油、酵母、香菇、盐一起揉出膜，发酵好后滚圆松实，放入坛中，用手压平，二次发酵好后装饰图案，烤箱预热200度20分钟，脱膜放凉后用干果装饰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装饰图案用高粉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